其他战术啊，可能掉一点，小飞或者轻杀，或者是将军打高球，开始打。对他没有，他那个就基本上他没有这个概念。你像我说过，三板斧，对，就他那个点，他就不知道要给自己做球还是要拿顶住了前三板球、啊。对。所以呢，你们那个防守，你基本上非常好防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球，这个他没有形成合力，就变成我往前我也。很难封到，我基本就是靠我的那个能力自己的判断。第二天，第二天放的，就没有办法一个出来，哇靠，我觉得那这东一来西一样的，被戳了到处跑。他不像说那个我在这封的，我基本上这个区域，然后这个我没有封，能穿过去，我的同伴能杀就杀，不能杀的话，他拦或者拉起来，这个整个这个 OK， 这就很清晰，这就不累。然后他就杀直了，有时候突然杀直了，然后被队打的、那个。对，然后我封我要这样子倒，然后呢也不知道那个过了以后。然后那边又是他反手，对，这个、就很练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反手调不过来。他没有，你到这里啊，你知道不行，你还能过。这个技术要有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压了，没办法再发力，发力也是，一定要拦或者是有这种能力发拦起来。对。他就是说那个高度，就是说你一般很难打开他的位置，他现在就这个优势。对，靠手长脚长，挺起床。你明明知道，理论上知道，对 ，mentally 知道，但是你一交手，你还是很习惯上。之前太严重了，对呀、啊，那很难低下自己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也变得很快。开始你看压后场，你们还拦了，被我抓住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了。然后来你不就都不打了？你不来，我知道你已经变了。我就知道我一反手你就扑了。对，但是我一扑，我是对你有威胁。我变成我就你只有华山一条道，你勉强你也在打，觉得那个质量也不好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的同伴如果跟你的，我们两个往前拼，因为你的球迷一定是起高球，你肯定不行。那当然要收了。对，不过我就有一点错，我就这个我习惯抽了这个点，然后一直是正手的，我应该抽直一下。因为你这一反拍，不管是那个小飞反拍还是你反拍，我就往前抽。因为你知道你那个你来你肯定死，我被你拖一次，往前抽就拖了个往前的，后面。反正打不到最后嘛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因为你不是这样，因为你稍微跟着身体平行，你就不可能用力啊，对，你用力人家也应该也不是很走了啊，那这个就只能顶一把，然后拼运气了，对啊，或者是那种往直线啊的，转一下直线的转一下，就是要加点力啊，你这轻轻一拦，你肯定死掉，有加点力。打这个？不知道。他不跟 B A 开。对。其他的他都可以。除了 K 开。没有。除了 K。哦，其他分开头的都打。你就臭。他这个就是打球啊。你比如说，你们。也不是说杀一拍两拍就会杀死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看他就没那个耐心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你知道，比如说我们杀你这个直线，你可以杀到反，比如杀你反拍，从开始反拍杀或者追身开始，比如说一拍没用，然后再来呢，稍微调整一下呢，然后他会想要更杀，越快越挥越快，对，越挥越快，然后就是他自己变线，然后呢自己你实际上就是要。你可以变，不是说一个点，但是呢，这个大概的路程就是，哎，
这只能说，今天一会杀他，这个一会杀他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我前面的，如果是杀，对，如果两个人、三个人你不够了，那你可能全部掉了，拉好，这样子。你不能杀一个不行，得马上另外一个，然后马上就过啊。那你杀一直杀不死，是什么时候该打高球，让对方攻一攻？对，你就是一个呢，就是说人家回的时候，你不能继续杀。好，就是很到后面，就是你杀了就吃球数也没有，那就不能让对方杀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你如果有机会，一般你不会轻易放出去。对对对。那我可能会轻杀，我变一下，不要。对吧？或者是我找点啥、我本来是往这个点，我可能往远边一点，或者往这往正走，反正你就在想。但是那大方向你不能，那大方向偏的话，你就是那同伴要有耐心，要不然的话，同伴那个位置他就临时调整，就不知道怎么调整。他就是说那个像包括在站的他们就是高个，然后他那个接发球的优势很出色，他们的接发球不是什么高是有点放开，基本都是往上跳。Sam 的还质量还是挺好，不过都是同一个点，然后一直被你抓那个，他就在这边的时候都要挡那个。我现在就力量差，我的力量好了，那种基本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基本上，因为现在我杀不死，来抓一个吧，这个九牛二虎。所以像我们这样跟你打的时候，就是赢的，就是往前比不过。那我跟小飞说的是，就是轻推推平的，让球往下飞，然后让后面的人起球，这是对的。对，要速度要快。对对对。你不能说干练，就是说那个。上网就对，他有先推一个，然后就推得高高被你拖死。你有机会，我就往前，对，就压上来。因为你的往前放的太好了，对方一般都要起球。但是我如果不压上来，我放得好，如果位置低也不好。位置低，他们现在放不上，没办法。你分谁？我跟他都是打，他打前面，我打后面。对，我们混双，我在前面，他在后面。这样可以打了，飞飞。我不是喜欢打后场吗？你打我后场呗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两个打我们两个。我打后场了，他打前面。不给虾球是吧？欺负公公。哎，找谁也可以。不给他球是吧？不给他球，打我后面。对啊，你两个后场都很好的。那不是白打了吗？在前面如果他就想折磨我，对，在后面。对。你打不打 ？KJ。我不打。去。甚至不如。胆小鬼，没用。你看，胆小鬼吧。是。他怕你受不了。你就急。胆小鬼。他在前面，如果没帮你的话，很难打。打过了吗？再打一把呗。哎，那边还有人，打一个。不是，我打男的，他打女的，我们老换过来。Reverse mix double。对呀。互相折磨一下。就互相抚慰一下，就是抚慰一下，当然就叫换位思维，让他体会一下前场的痛苦。我也体会一下后场的爽快。咱前场就打好球，我以为会打后场，没准是打后场看打谁啊？你打刀手的话，打后场。
我肯定会打手来打的嘛，我那么蠢吗？真是。啊！你找个 DJ 高手来。像我这样的高手，你就很。我就找个 DJ 高手就够了。对着你画的图，你别站在那挡住了。就没有开挡。开，看都没有，红色点都开着。哦，这个人。打的好好的那个垃圾的镜头，要不人家拍的哪能拍到那么好的那个抓拍镜头，是不是？姐姐。他真的要打，就给下一个机会打一局。你没机会。你可是打吗？打我就不换衣服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现在也可以脱衣服啊，你都看着。你要脱谁脱？哇，你这个人也太坏了。给下一个机会。啊，我把你录音了，到时候我放大放出来。Katie 随时要脱衣服都没有人要看，所以很安全，录起来啊。你看你这个人，我心疼。他喜欢看热闹，看热闹，哪个好看？哪个输了他就很开心，哪个别人打死他就很开心。比如说你那个必须要的他那个，特别开心。这颗球，这叫什么？爬的越高，跌的越少。这颗球为什么给我的？你们有收复的运气啊？是你们的吗？我都是打过的球。
Thank you.